九雲之花湛藍如，盛世中華展昭輝。新世紀第一個規模盛大的體育盛事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運動會在廣東省隆重舉行。67個場館遍佈全省15個賽區，16000多名運動員更快、更高、更強地拼搏，做好東道主，舉省迎九雲。廣東電視台作為主播核心台，全程投入，精心策劃，其中的衛星頻道、珠江頻道和九雲頻道每日將播出近40個小時的九雲節目，以現場直播、新聞報導和專題報導等形式，全面地報導各項精彩賽事。關注九雲動態，盡在廣東電視台。當好九運東道主，交通規則要遵守。嗨，開好文明車，為九運會添光彩。開文明車，走文明路，當好九運東道主。你睇緊嘅係廣東電視台珠江頻道。精神就好。